觉得这个快筛的政策如何？很好，可以预防。可以预防这样子。县政府规定全面要快筛，那、你觉得这个政策不快筛要被罚钱，你会觉得？我觉得 OK。怎么说？因为对啊，因为现在到处都有案例。回到连江跟澎湖的沦陷的话，就像离岛的医疗能量一直不足。今天我们也做了公告，等于金门、连江跟澎湖三岛的互作一致，是因为立法院已经有全面快筛的决议，所以在中央还没有实施入岛前的全面快筛，我们三个离岛一致性，我们对于到各离岛的旅客全面性的快筛，进入我们金门岛的各位乡亲、各位旅客，大家能够共体时间共同配合这件事情的推动。